王爷与墨方将军喝了一晚上酒，连王府都没回，我就想让你坐下来陪我聊会天，就朕不情愿。来来来，我帮你。呼呼！神君竟然这么喜欢闹着闹事来吃冰凌棍，热闹。王爷，神君，下来几吃啊？不吃。哎，不吃算了，走。这是你帮我要回来的，举手就捞。行，那这些冰凌棍我请了，你想吃多少吃多少，我不喜欢欠人情。那么多宝贝就换这么点冰凌棍，王爷你管这个叫不欠人情？你要如何？坐下来陪我聊一会儿。王爷与墨方将军喝了一晚上酒，连王府都没回，我就想让你坐下来陪我聊会儿天，就朕不情愿。唉，终究是我错付了，帮你讨回了那么多宝贝，就值这么一块零食。